那一天，如果能回到那一天。以前，我是一个上班总是没什么冲劲的年轻人。面对一成不变的工作内容，总是想着能快点下班就好了，常常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唉。先生，请问一下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是2:50。2:50吗？对。好，谢谢。不会。年轻人，已经好了呢，谢谢你的帮忙，真好了，邓小林，谢谢。邓小林，谢谢。请问一下，现在几点了？是2:50。2:50吗？谢谢。不会。小姐需要帮忙吗？先生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那个台南孔庙怎么走？台南孔庙？对啊。台南孔庙，你往这条路这边走，然后就它一个南北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！啊，先生，谢谢啊，谢谢。